大一级、亚斯人呢？只要他掌控，你就必须想办法去解决。我真是弄不懂，你怎么变成这么逆来顺受？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闪电小队无孔不入。您要请特使先生看禁剧的情报，肯定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。请问，我们拿什么来保证特使先生的人身安全？常来顺。 俺就问你一句话：你想死还是想活？想活，想活！不想活命是傻瓜！啊？那你就给俺从实招来。我招！其实我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了。少放屁！